有没有看到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都跟你说了比你厉害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比我厉害哎！哦，对啊，你在家还带着这些干嘛？啊，这个叫 fashion。你看那些假发啦、首饰啦，都是我的 fashion 啊。fashion， 哎 ，fashion 你不懂的啦。哦，那这短裤也是 fashion 的。哼，你想学什么？编曲。编曲。啊，坐坐坐。会什么乐器啊？就只会吉他而已。鼓呢？不会。会不会哼？哼。就是这样，从心里面把那个节奏哼出来，然后再录进去。哎，跟着我啊！啊，咚咚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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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真的好厉害哎！这样就厉害了。嗯，来来来，给你看个厉害的。哇，这么复杂，师傅，这些都谁教你的？我的师傅。哼，原来还有一个师公啊，他是谁啊？啊，晚点再介绍你们认识的啊。哇，你们都好厉害啊！哎，够了啊，够了啊！实话不要说那么多次，说一次就好了。OK， 啊，来来，我教你，教你。首先啊，你要编曲。最重要的，先把。哎，子怡，你先坐一下，我跟老板打个招呼。好。哎，师傅。哎，老板，老板。哎，卢卡斯。我就希望，如果等下有机会的话，师傅可以给他上台。哎 ，Z， 过来一下。啊，卢卡斯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好，我听阿吉说你吉他弹得不错。彩排的时候，你带你吉他过来休息一下。彩排？师傅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弹得好的话，他可能会给你机会表演的。啊，谢谢卢卡斯。嗯，好，我先走了，这里今晚交给你。好，师傅，慢走，慢走。好，慢走。再见，卢卡斯。拜拜。后会有期啊，拜拜。再见啊！好了啦，人都已经走了，还是再见再见。哎，介绍美女给你认识啊。美女，那边那边。完全的一击也一看。Hello， 思思大美女。干嘛？新朋友子怡。哎，你是不是？我对小仙我没兴趣。哎，没兴趣没关系，你对我有兴趣就好。对你不是没兴趣，是没胃口。你看，他是不是很会开玩笑啊？哇，连他的背影都那么漂亮，啊，是不是个好老婆的标准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喂，哎，干嘛发呆？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榴莲啊，都快被你搓成像鱼圆那么圆了，还说没有？喂，阿毛，我问你啊，你有没有那种失散多年的朋友，然后突然间就相遇？有啊。真的假的？那你怎么做？我就喊他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跑。为什么跑？我喊还钱啊，能不跑吗？不是欠债那种啊，就是那种小时候很要好，然后突然间就没联系了。就遇上了，可是他好像不记得我是谁了。女的？男的？当然是女的啦。那她有变漂亮吗？有啊。那你就去问她。
可是我又不确定他是不是以前的他。哎，你不确定他是不是以前的他，那你就去问他到底是不是他。我是说，你居然不确定他是不是以前的他，那你就去问他到底他是不是以前的他。哎，那天阿奇也在，他看起来好像蛮喜欢他的。他是不是脸尖尖，眼睛亮亮，头发短短又滑滑的呢？你又知道？因为他来了。吉他吗？有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那榴莲摊打工的？那天在你身上闻到一股榴莲味啦。榴莲味？啊，那天阿吉买的榴莲是送给你的对吧？他说是在他家附近买的，所以我就去瞧一喽。哎，当年你为什么不辞而别啊？即使我告诉你，又能改变什么？我确实是改变不了什么了，但至少我们还能保持联系啊。我觉得我们有缘的话，总会有机会再相遇的。结果昨天不是实现了吗？你移民到了美国，怎么又跑来这里打工啊？你管得着吗？哇，还是一样没礼貌。当年我爸欠下了一大笔债，无法偿还，所以才离开的那么突然。我们并没有去美国，只是去了邻国避避风头而已。难怪这么突然。现在一切都好了，所以就回来喽，回到我熟悉的地方，遇到我熟悉的人。哎，所以阿吉好像不知道我们认识，对吧？阿吉，他又不是我的谁。哇，他以你为他人生目标。哎，是他自己想太多了吧？所以我们需不需要告诉他？我们是我们，从来都不需要对任何人交代的。所以你回去上班吗？嗯，我走呢。你还是一样漂亮啊。你还是一样特别啊。你又想说我特别什么？特别帅啦。哎呦，巧遇的是他，这是命运的安排吗？是否该要抓紧他？是命运的安排吧，这次再也不放下。你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呀。我弹的吉他，你弹的有点差。还记得我们微笑和玩耍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还记得呢。你曾说的话，我许的诺言。是他，心再次被你点燃，他还会不会像从前那样？
好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再见。